很小。结束了，去练练造型了。那个扁薄吗？他一练造型都能到至少是他2019年到现在，我看了他上半身变大。不用你看，我从去年来到现在，我都看到你的地方变大。体能太好了，你都跟不上他了。我只能努力跟上。你已经很好。我非常好，小杰已经是力量都已经超越我们了。你现在要珍惜你现在。有时间了。对，真的是有时间。你一旦被其他。我妈说就演到今年10月份。多少？后面去让我去。因为你有。谢谢大家鼓励啊！谢谢点赞点起来啊！我们看去哪里公听，那我们去跑阿伦那边去。也行。我去大阪那边。不是，那你现在不是那个吗？嗯。你像实习在小学实习是吧？没有，就在那边上学期在小学，那太麻烦了，还跑来跑去，很累那种。直接转过来一样。反正他们学校在这个实习也没怎么过。孤独的小孩子。家猫。对，背部分离度还差远呢。背诵啊，比较弱的位置，比较弱的部位，就是脂肪比较多。业余爱好者，专业是教练啊，做教练。
基本上平时会比现在略高一点吧，脂肪。曹总，晚上好啊，曹总。魏巍，晚上好，魏巍。K.A. 去健身房，也许你的方法是不对吧？方法训练要到位，还有一个呢，吃到位，就这两个重点呢。晚上好啊，魏巍，巍哥。今晚没去喝酒啊？今天没喝啊，去君晚上好啊，君。向我学习就没有什么生活乐趣了。谢谢土，晚上好，谢谢，感谢。谢谢鼓励，谢谢，谢谢土，晚上好。他们是不是装很舒服啊？所以你们都看得起他外形跟内形，好像双搭把裤子拉高一点点。哇，你看这个鞋。我最爱说183，这个高坏了。我一看还是太高。你解放还是你解放？你脸很小，爸爸也是。你现在脸大，就是上镜。有时候脸上掏那个奶奶，行，很快。
网红期间有没有获得过什么好处？获得了女人呢？就这样子。除了女人以外呢？没有。你以为呢？再过一个月应该会更干了。他们秒前一千个粉丝到现在，之前他拍抖音那时候他大一的高年。那样子，然后女生约他出去啊？找他要微信呢，或者他就评论。看来我完全不是这个时代的人，我从来没有想。但是那别人相貌而去约人家，你以为大一的那种学妹，你以为呢？是。你也没见过她本人，就只能从抖音上看呗。来啊，大家动动手指头，站点起来，都停掉了、啊。在观看的朋友们，点赞点赞啊！大海晚上好，业余时间锻炼身体。想就练。想看大腿，大腿一这个裤子拉不上来，长裤。后天再看嘛，后天练腿啊。后天晚上7:30练腿。有啊，准备参加比赛。完美是吧？谢谢谢谢鼓励。赶紧练起来！天意帝君，谢谢，先为你们点赞呢，点赞多了，自然就人就多了。每天晚上7:30，上午10:30、11点左右这样子。主播今年44了，胸肌跳是最容易的，哪里的肌肉都可以跳。有没有跳？阿伦来了，阿伦练完了没？我也准备有氧了，再练一遍。
游西川，您好，哪位呢？来喝茶是吧？也可以来我这喝茶。